第二题，关于现行元素周期表的叙述，下列何者错误 ？A. 元素的排列按照原子序排列，这是对的。目前现在的周期表是按照原子序来排。B. 周期表共有七个周期，18组，这个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并没有特别强调。我们横的是周期，直的是族，那我们也知道族会比较多，所以我们 B 呢应该是对的。主选项说周期表的元素未来可能继续增加，这也是对的。最近才有所谓的第113号元素呢被确认啊，同时呢日本呢获得了它的命名的权利，所以猪是对的。所以错误答案呢是 C， 同一个周期元素的化学性质相似，不是横的周期化学性质相似，而是同一族直行的同一族的化学性质相似。所以呢第二题问我们说下列叙述何者错误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同一周期元素其化学性质相似。